你好，我叫做 Carrie， 今日我教个下士，跟住咧就系、是、一环一动一点，就系、是、一个下士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咧就教你三下的一个大人。首先系三士一。动一动一环一动，但穿过去的所以三啦，一句是三下先到下，点样写落我就系、是、一环一动一点，三下的撇一动一环一动一环一。环跟住就写一片，跟住就一环动勾，跟住就写一点系 inside 噶啦。跟住就数一啦，系一环咯，一、三下的一个字啦，个字咧就一片一动。一动一环一动，跟住写入边先，唔好咁样啦。就系、是、咧，一环一动，写个口字喺一度啦。个口字系一动一环一动一环啦，跟住就收翻埋啦。山下的一个大人，大人啦，我识写大啦。大事咧就系一横一撇一捺捺啦，一次写个人啦，大人咁样咯。三下的一个大人啊，拜拜啦。